芋泥千层，然后这个是四层的，我现在拆一个啊。哦呵，啊这个好重啊，这个是800克，就是芋泥爱好者可以入这款，下面有链接，宝宝们。我这个依旧是花锅的，软软的。你们爱吃那种冻着的，就可以放在冷冻层里面。你们看一下，就是这种效果。暂停一下，我切一块，切开就是这个样子的啊。它这个饼皮超级软。嗯，你看着我吃，我吃不下了，都太紧张。下面有链接。